真没想到你演技还挺不错的。不是按你说的吗？先要装作无计可施，引苏恩先露出马脚，然后呢再装作勉为其难的同意签订契约书，最后引诱苏文新拿出护航的印章。话虽然说着简单，可我真没想到你的演技居然天衣无缝。我喜欢。喜欢？对啊，尤其是那招防伪水印，太厉害了。我之前还想着用碘酒，但是你居然比我还快，还想出了一个比我更简单的方法，不错。相公又在胡说了。不过今日事之后，祖父自然不会相应大哥能管理好掌印。如今你又帮了一个大忙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那相公，哎，这好像是你第一次在私下里叫我相公吧？对啊，因为我娘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娘就住那儿，离得这么近，那当着我娘总要装装父亲的样子吧？很有道理。可是你娘离得这么近，她耳力也得特别好，才能听见你叫我相公吧？你这样子，是不是装给这青蛙的看？对呀，行了，不跟你瞎闹了。相公确实有一事所求。所求不再去那难得学院了？娘子聪慧，相公实在是佩服。那地方就不是人待吧？不想待便不待吧。多谢娘子。等一下，虽然你的私德我管不了，但是千万不要被二房抓住把柄。怎么连你都不相信呢？我的私德，我去那个新门驿馆另有所图。所图不轨吗？懒得跟你解释，反正你马上就知道。老耿，哎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